最近一个月。你们问的好 detail 哦，好紧张哦。是这样。哇，尿尿会分叉。剧中不是有讲说你那个器官有16.9公分吗？那你真实的是大于它还是小于它？怎么可能？16.9很大，一只15公分的尺大概是16.9那样。没，16.17了，等于算17了，那就是再伸出去一点，这样。差不多，不是。如果能拿到5000万，下面哪一个事情你可以接受？禁欲一个月。嗯。跟法拉利姐交往。禁欲一个月。禁欲一个月很正常，没问题。有时候拍戏一整个月下来，完全就是别开玩笑了。他想要问说自己也不行，也不会。就是很累啊！你拍戏的时候，你完全不会。最近一个月，你们问的好 detail 哦，好紧张哦。自己来是正常的。啊！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回答，你不要回答，拜托。我好想听。禁欲一个月跟当 A 片男主角。禁欲一个月。哦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 A 片男主角，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开心了。才没有，他一点都不开心。哦，那我想问哦，因为这有关于真的跟假的，就是当 A 片男主角，他如果真的的话，对啊，他很红，他就一整天那样，跟不同女生，你很红，可以一天这样那么多次哦。这个时候，性教育啊。禁欲一个月跟李千娜绝交。禁欲一个月，怎么可以跟你绝交嘞？对不对？我如果拿到5000万，我跟你绝交了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最后一题，禁欲一个月跟当罗志祥的演唱会嘉宾。跟禁欲。对，我以为你回答了，哎。我在考虑啦。5000万，我这么高的片酬，5000万还当嘉宾，很棒。应该是我给他5000万，让我当他嘉宾吧。哎，主任，主任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是我的户头啦。我可以当嘉宾吗？拜托。当然去啊，我不去。当然去啊，请我当然去啊。因为去我就不用禁欲了。